你姑娘明天是去新家了啊？姑娘明天上新家去了啊？你看看你姑娘怎么样啊？你咋这么他妈高冷呢？我发现你啊啊，姐姐，小金啊，你咋这么高冷呢？啊？小金可能不好意思了。离婚吧，离了，去他大爷，离婚！我男，离婚！老大，跟他不能过了以后，离婚！你别看我没事，离行不行？行？离了，不过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还得对付过是吧？离吧，离婚吧，还得离对不付离？过，离那不离？孩子咋整啊？是吧？孩子归谁？你看小心吱声了。孩子归谁？归谁？小金仔是这样的，你在说啥呢？你在说啥呢？哎呀，这不宝宝吗？你先先宝他一个呗。你趴着，对，趴着，你趴着。哎，好，趴下先，对，好，先宝宝啊，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也不管你要钱。哎呀，这好像他妈是。这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你快要看，讨该债了。睡睡。你聊完就行小晶和老四是一个学校的吧？小晶和老四，老四和他不是一个学校的，他俩好像是一个星球的。练一个功夫的。练一个功夫的，师傅出来的。都是练睡觉的。睡觉是真行，装糊涂是真行，迷迷糊糊的都挺靠谱，我这么一瞅啊，感觉小晶比老四学历高啊，兄弟们，小晶比老四学历高啊，狗狗怎么困了呢？小狗都困，兄弟们，小狗玩会儿就困了啊，玩会儿就困了，睡觉没别事，醒了就吃。吃完就拉，吃完就拉。对，那没别的事。咱小时候也那样。大伙想买大米的啊，咱家第二个链接，兄弟们，第二个链接，咱家这个大米啊，58块钱十斤，兄弟们，第一个链接啊，现在上第一个链接去了，58块钱十斤啊。那东北那个石板大米啊，你们可以去买一单。刘姐，还有咱家那个粘豆包，兄弟们，想吃粘豆包的。你能吃粘豆包吗？我不爱吃粘豆包。我不爱，我家还有呢。是吗？我不爱人家吃粘豆包，我小时候可爱吃粘豆包子了。是吗？我小时候可爱吃粘豆包子了。我吃伤了都。吃伤了。粘豆包好吃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粘豆包的啊，在下方小购物车啊。有爱吃的。两斤粘豆包22.5块啊，差15克两斤，16个粘豆包啊，纯手工制作的。完了，调动不起来这个兴趣，这小狗怎么都困了呢？这两狗我们回家就叫叫，回来就叫叫。我感觉你把他俩要放出来，出去瞎鸡巴闹。他俩如果要是出来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能行。都回都气氛都起来了，小晶鼻子鼻掉色了。你知道他天天他妈在那撅着，能不掉色吗？柯纳文？不是柯纳文。兄弟们，你知道他天天往那一撅，往那一趴，别的，行，鼻子，他鼻子重心比他妈身体的重心还低，磨的，在水泥地上磨冒火星子了都。昨天拍的，今天发货吗？今天发货了啊，兄弟们啊，粘豆包是红小豆的，对，兄弟们，粘豆包是红小豆。